经过新闻为人民部队和当地人改变生产经济条件，并取得进步。市长是当地人今日最可爱的新生。当地人出自天生选择之命，重建乡村。第十八区富人公寓前由建筑公司申请的新建筑物，可见这个城市伟大的景象，而美永远繁荣昌盛，日日乐观。我们到这边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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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到这边去